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我们夜市趴趴走的时间。那今天必须要带大家去什么夜市呢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，这应该算是南区的那个大庆夜市，哦，啊，大庆夜市在台中，在我的观念里面，它是比较新的夜市，但是它在目前的夜市里面算是元老级的，因为同时期的夜市很多都已经没有了。好，那我自己没有正式去逛过这个夜市哈，然后刚刚找车位的时候发现，好像还不错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先赶快进来看一看吧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来到大庆夜市，那现在是晚上10:40左右哈，然后这个夜市是开到12点。今天是礼拜天晚上，人潮还是蛮多的。那接下来我就按照惯例，冰箱先带大家绕一圈。也是横的几片叶片。台南江饭前，好吃现做的青龙锅。
还没洗。看低的图。你好。之前有喝过吗？我们需要帮忙。要内用吗？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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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玩谁？谁要玩？大庆夜市，我逛完的感一圈的感想是，它的大小规模不会输汉西啊。我有发现它这边，就是不是吃的好像比汉西那边还多，还是我上次去汉西，它已经就是那时候那个很多摊没出来摆啊。那今天因为礼拜天，来大庆这边现在已经11点了，那个人潮还是非常的多。那这边的东西虽然说每个夜市在大同小异啊，但是这边的那个选择性又比较丰富一点啊。那个用餐区的地方差不多哦，但是玩的地方比较多。OK， 那这是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大庆夜市，那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玩。这边就在中山一大附一旁边大庆车站。OK， 那今天的夜市就先看到这边咯，好，拜拜。